蓉儿。大叔。是你。大叔。好，对了。好啊好啊。能够活动。姑娘，你们之间。大叔。这。大叔。好。大叔。哎呀。不会的。靖哥哥。您的脸色。因为没。镇上是不是这就在那大不知道走走靖哥哥别出声里面的人，如果你在偷，把掉。关你什么事儿？他爹不给我。你。啊！别，你不是想。我不会答应，靖哥哥。你走吧。是。靖哥哥。不知道为小人这业务还真只不过这样看肉这些怎么会是你我准备去找谢谢你救我要赶快去好靖哥哥事情是这样像原来是这是你要的不错靖哥哥去姨父娃娃哪还娃儿去这个娃娃好厉害我不喝我姓洪果然可是有了靖哥哥好靖八娃叫蓉儿进没有啊他知道了吗蓉照我爹如果可是就走小兄弟啊就只能杀
我，陈哲。蓉，我，蓉儿。好，然后，蓉儿，靖哥哥，听就把下。那后来，那壶小徐兄就这样，等到。激光，好，气功，我没，我们到撤去。气功。大小子，马儿跳来了，激光，嘿，跪下来，好，激光，为何？若是他要我。七公，那依你，你也去。哦，这个，吼！这棵树，傻小子，咱们三气功，哎，这里怎么会有？哎，嘿，小子，老教官，给我住！行，我走。这边了，老教官。别，看来这任务，前前想必，小翠。你，快起！七公，老杜，女儿。
一顿教。师父，地震总是倒塌。多谢请。真错，靖哥哥，我和柔人家不你，我们进庄去吧。小弟拜见啊，听说道长，进，先看。对，所以庄姑娘。对了，我前几日后来虽然姓刘，贫道。嘿，我给你，这位前辈。别着承蒙庄气老从老夫得这次兵哎那么免得他是的咱们先打老夫子好叫宋朝这依然奇怪。